运动注意事项，要穿着合适的运动衣服和运动鞋，必须循序渐进，由简单的运动开始。运动前后必须做足热身和缓和运动。患有慢性疾病，例如心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肥胖、膝关节炎的长者，运动前应该先征询医生或者专业人士的意见，才开展新的运动计划。运动时如果出现头晕、呼吸困难或者心口不舒服的情况，就应该立即停止，并且在有需要时候求医。